在2022年的今天仲可以40多元吃到一塊原切的雪花牛扒，可能第一時間都會想到這裡。這一份海鹽牛扒，哇，我以為它很小塊，沒想到都挺大塊。我從高三開始吃它的時候就已經是30-40元一塊，到現在6年了，它仲是49元、啊、這塊扒可以著人字湯、孖煙通、落樓卷，很味道，好像細個第一次吃西餐牛扒那種 feel。 覺得它作為一個49元的一塊牛扒，它仲可以做到5成熟，跟住入邊有汁水出嚟，跟住又夠嫩，係有從之前出大骨西冷牛扒76元一塊，兩塊牛扒梗係真係100多元咋，可以吃到周圍出面那一陣脂肪的牛油味嘅喎，好多汁，跟住佢好有肉感啊！快餐價錢巨扒的快樂，有個唔係幾好就係佢大骨，哇！意面好香喎，23元一份。每一條都可以索到它很濃的芝士味的入場，外面西餐廳60-70元一份，每圍桌都點火焰牛扒的，輪流著火的，他們的桌子。